先跳个老家好了。不过还在考虑要不要认真打到传奇，哎，觉得好花时间哦。有些学校听说没有在返校，没关系啦，就先这样吧。直播记录会留吗？这一场直播记录会留哦，放心，会留。然后今天晚上6点也有影片，可是我忘记今天晚上6点是什么影片，因为是之前就剪好了。巴马斯啊，这场战备箱带错。哇，不是吧？他把我的护甲吃掉！哎，有人！哎，来啊！换这把好了。你就算没有要杀人，想要归一点，别太冲，你也不要跳屋顶吧。M8 怎么没有防弹衣啊？应该没有地雷吧？哎、欸，有，想阴我，我已经被地雷阴好几百遍了，可恶，别想阴我。哎、欸，他直接跳 gen 嘞、欸，他不是跳 gen 啦、啊，他直接离开嘞、欸。你知道吗？我刚刚左上角一直有一个观看，那个观看一直到我把地雷打爆之后他才离开。这个人就是要看我去踩地雷啦。如果有人愿意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去为了捡这个补包，我也是服了，放一个地雷啊。下午好，青儿，还有其他的观众，下午好，感谢订阅啊。认真玩游戏不会看聊天室啊，应该说不是不会看，是没办法看，我的眼睛没有办法分开90度哦，两颗眼睛要盯着同一个画面嘛，不可能两颗眼睛一只看90度以上，一只看90度以下吧，有点难。所以我现在是用手机玩，那我是用电脑去开聊天室看的，因为我手机不会没办法显示聊天室啊。这边也没有防弹衣啊，这个等一下找一辆车直接快速开一开算了，这样来回会比较快一点。等一下，那个护甲升级箱好像被吃了。对，那个护甲升级箱被吃了。刚刚这里有来过人，哎呦，还有多的东西耶！可恶，居然趁我不在这边就打起来了！可恶哎！哦，天哪、啊！好吧，往好处想，我现在有三甲了。往好处想。啊！天哪！晃了一大圈回来，护甲升级箱没了，防弹衣也没拿到。好啦，就拿到一个三级防弹衣。下午好，皮皮。看是要上山还是？我只有一颗凝胶哎。上山好了，山上应该有一护甲，而且还有空投。有 AW 的话可以玩一下。要玩一下机场啊，机场太远了，先看附近的就好了。机场真的有点远。哎呦，怪兽卡着卡在那屋顶，好酷啊！哇，这个缩圈，哎呦！还有人在楼上。这边可以先偷舔包吗？让我偷舔一下吧，舔完再打吧。是假的、啊。怎么那么多那个啊？你也没有散弹的、欸、兄弟。
他也没有散弹。那有一只啊，不知道是下去还是上去了。应该是上去了。还有一个尸体包，那叫什么？地雷凝胶？有没有散弹？没有。没有的话，地雷捡起来。等一下，我先丢一个补包，补包太多了，捡颗地雷。OK， 放两颗，这边也放两颗。我现在无甲了，应该是可以撑一阵子。到底了，然后下去了。哇，这个侧边打有点难打，我直接炮枪了。他应该是直接往下滑了啦，他应该没有停下来，这应该是直接滑到 B 大街后面。对，直接滑到 B 大街后面，直接冲过去跟他打好了，这样比较快。有看到人吗？然后在楼房上面的样子，有吗？瞭望塔可能要小心哦。空投在右边，他应该不会直接上去吧？来，咱们看一下空投什么东西。有车子，楼上，榴弹枪。赶快把榴弹捡走，不要让人家拿。这样子的话，楼上应该是两只。说圈说楼上，到底啊？钱包，榴弹丢野外的话，应该是没有人会捡啊，捡到的几率应该比较低一点。看一下什么？三物 ，AK 地雷、手雷，不用蛋糕我满了，蛋糕我换不了东西了，就算我再收100个蛋糕也没有用，因为可以换的东西我全部换完了。哎，怎么都没有散弹啊？新改版后散弹生成几率好低哦，尤其是 N1014 18射还好。新改版后那个散弹的生成几率真的是低到一个很夸张，很歧视人哎。我推测最后一个敌人应该在山脚下，对面山脚下。那要过去的话，应该是要……哎，看到了。OK， 出击了。九颗凝胶啊，九颗凝胶，没有拿到散弹枪啊！我想要玩散弹枪，没散弹枪。散弹枪在哪里呀、啊？散弹枪在哪里呀、啊？啊啊啊啊啊！没关系啊，凝胶已经九颗了。啊，睡觉。
今天至少要玩到一场散弹枪了，好不好？找不到哎、欸，完全找不到，找不到散弹枪啊，找不到散弹枪可以玩。